演技大考验之你有 freestyle 吗？有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沙莉吗？这简单好不好？有 A K A K A 八弟，就是八弟，你懂。高中华冈艺校对不对？大学戏曲学院，难不倒我的啊！啊？啊？这是凯乐，凯乐或小猪二选一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朱意思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没错，凯乐。完喽！这个。这个也不好会得罪，然后会被封杀哎，我会换一题啊，这我压力很大哎，主任吗？主任，主任啊，这样会有主任。主任在哪里？主任在哪里？来，图书馆，图书馆。现在做什么？主任在图书馆做什么？而且主任还刮猪鼻屎，用手机跟男朋友吵架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罗志祥？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？你干嘛？你最近有看那个罗志祥的 MV 吗？你知道吗？罗志祥那个 No Joke 啊， No Joke， 不要不要不要！同学，安静一点，安静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罗志祥那个 No Joke 有没有看啊？啊？那个舞步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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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嘛，这个对嘛。我真想看看，这个比较好发挥嘛。来哥要在哪呢？第二题，来哥。来了哥在哪？地点在哪？对，地点。没错。地点啊，公共。很臭。来哥在很臭的公共厕所。OK。在干嘛？干什么呢？到底来哥在很臭的公共厕所干什么呢？来哥在。跟泰国人玩，这逻辑对吗？跟泰国人，男女哦哦，来你来，你来，没有，啊，给来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给他收起来，你给他收起来，嘿，啊，给他们的哈他们的家去，怎么的？啊，他们的。卡贝的三里哈布那边嘛，怎样？卡布卡布 have 你 have 阿门你 have 卡门达汉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卡马加红来加最辣哈，来最辣，嘿，来来来来，哎，阿迄个三里边哪行啦？三里边哪行？哎，你系会向讲大汉呢？卡布卡。我发现你们很会出题耶，大王八，连不是人类都出，完全不让我台阶下的啊！合欢山，这会很敏感啊！在合欢山的山顶做什么？跟心仪的对象告白。对象告白 ，Action！ 大王蜂变身 ，Ultimate Sprite。Where is my lover? Oh, my lover here. Bumblebee. 我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。我可以变成曾国城，哎呦，非常漂亮。我可以变成杨副总，可爱可爱可爱。你要我变什么都可以。I love you.我可以变成一台车带你去你想要的地方。上车吧！上车吧！很难呢，你不要再闹我了啦！什么？你们可以再给？这 OK， 这我很喜欢，这很喜欢。地点在哪里？新闻泰国。哦，难得难得。宁波大街。要干什么？在干嘛呢？我要去干嘛？
角色太分裂了一点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我这乌鱼子也在看秀的，哈，哎，我秀的，给我模仿费玉清讲一下他秀，干单呐，哈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退怀。我是干大事，我干大的，你们可以多吃我干大的啊，这样可以算便宜一点吗？看爱塞贝啦，谢谢啦。好累哦，搞完就精神分裂、哦，我差点也精神分裂了。我演的好烂哦，我演的好烂哦，我毁了啦。不会，好心虚哦。你还有两个，哇，都可以来听歌，都可以来。心仪的对象啊，心仪的对象，心仪的对象，重量级来，也太好了吧，江哥，好开心。你有很有感受吗？没有，我早上来看你直播哎，早上才跟他直播啊，你忘记了？我是杨副总啊。可爱，可爱在哪里？可爱。不好意思，说一些就是算很敬业的艺人才会这样，很敬业专业艺人。真的是哦，他会有做这个部分的，专业最多啦。哈，阿诺啦，没有很可以，但有点特别篇。哈。bang bang bang bang， 为什么现在要变开箱了 ？bang， 特别开箱，不是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还有这一趴？赶快哦，小调皮，你们这两个自己买的东西自己玩。对，好，来。捏鼻子是哪招？靠，他是这种。僵尸你。他要倒数哎，好残忍哦！太久了，太久了。活该啦，自己买的罐子来罐他啦。他刚刚。